Hello， 今天晚上我们还在学习汉语吧。好，乖儿，我谈西班牙语课，然后我说，在四点36分，我们在这里在马里基纳市，我们没有电力，所以呢，一个小时左右，没有电力这边啊，所以呢，然后，但是五点半已经，这个电力回来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电力的，那么，这个没有电力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这些吵吵的事情，吵吵的情况，虽然我们这边没有电力，还可以听，所以呢，我觉得或者我想这一些吵吵的事情是从这些机械的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手机还有什么还有汽车，因为呢汽车如果你像开它，你应该用这些东西吧？这个东西你会或许是钥匙，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然后你想去过去。这个汽车呢，你可以用这个wireless 钥匙，所以这些汽车还会修这些wireless 无线的东西吧。然后呢，如果你这些东西会修无线的吵吵，那么他们也会发送吗？发送比如说有些人在这边，然后抢讲，那么这些东西会收到这些这些听到的东西，然后发送给这些坏人知道。我们可以看可以，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啊，当时没有电力，所以呢我想一想，还有这些手机，我的手机已经在flight mode， 在manual mode， 然后跟我一起，不在这边，然后因为这里太热，我想也没有手机进这边，那么这个东西在哪里了？我想在汽车，因为呢我以前开车的时候，我听到
在开车的地方，在左边啊，左边的门，有这些嘈嘈的嘈嘈，可以听啊，所以，我想在这边，有人来，然后加入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所以可以发送，也可以受什么吵吵的啊。其实呢，我也去这个汽车的这个汽车的店，就是 Honda， 然后我问那边的人，这个汽车有没有奇怪嘛？有没有奇怪？有东西，是尝试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下嘛。然后他用电脑看一下，把他的电脑然后接一下这个这样汽车然后他找一找有没有这些东西加入了东西有没有然后他说没有，但是过数天我看到这个开车的人的地方在左边有这个 speaker， 然后有时候有有吵吵的吵吵的，所以我想有人来然后加入了这个东西，但是在 Honda 的店啊，在 Honda 的店当时我还没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我没问那个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奇怪。好，那么我们要继续练习吧，但是不是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明天吧。好，谢谢。